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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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And on this final day, there's much to play for. They know full well they could secure promotion. Yeah, but I see it panning out. Will Derek, full heads will be needed today. But this will be an early goal would certainly set them down. I can remember what happened in the summer. I can remember what happened in the summer. 我是防守人设啊，因为我这是人多，我都打后卫啊，有嘞，啊，这球根本就造孽传错人呐、啊！根本就是今天要讲包容心被挤一个大喊强奸的故事啊！现在又怪传错了，看看这高度射门，这次是不错了。真的呢，还有射出力道来，我操！哎，他第一下就可以直接射，肯定的。传啊干他妈的你射那个干嘛射我的那个大大姐呀打不出啊变球啊为什么不传啊我都射了那个又解密啊哎呦球痛痛子啊球来来羽凡传太小力了，看羽凡那些阵容搞不清楚谁是谁。你要防羽凡的紫色啊！需要防火法。羽凡是长了头发，好吧？没有啊，换成线上模式之后，刚刚玩完的。靠腰，怎么这样给啦？需要一个你在跑。二，之前玩的二一零。我刚刚看阿克夫才找到，来来，晚一点，晚一点。哎呦，我刚刚快传大眼，不射这么帅啊！哎哎。来借借你啊！哦呦！好大力哦！这个头是他妈的光头王哎！哎哎！Making progress. Still passing it around with authority. 还有，先传一下，给不掉，我已经按了。
不要传了，可以。反正我先要。来了，这球拜拜。好好谢谢。他真的是，我觉得语言不应该听前面的位置，他没有这个心脏，他现在在运动，他没有这个心脏。哎，很合理吧？难不成你要他踢后防？他没有这个防守呀？对啊，我现在语言应该是打守门员。因为我跑掉了，因为那个位置是成位的，因为我跑掉了。我靠，那个女的这么拼命啊！雨凡，你不要被他们乱教啦，那么远就在圈。这个根本就刚刚那么不给你的队友见证雨凡，没有被挡到。
Lennon. Kelly. It's there for him. Fire. Oh, marvelous defending to deny him. That might work, eh?靠北、啊、这球权那么稳的东西你还按圈不是挡住了吗你有病哦金伟哦易先生哦不要表面表面会打了漏两颗蛋我跟你说不高兴射门是吧到底有多凶不高兴也没关系突然讲不得哦阿刚哦雷克萨斯萨克斯哦雷克萨斯雷克萨斯这一点用得上传还拍自己的车你要还在那边问我说干你面说谁肯定他妈的十五万人家十五五三十万我不屌屌哎、欸，你用那个羽毛照那个给我们看你的节目。真的是不眨眼。我靠！对啊。哎呦！鱼竿出鱼竿出什真的把身高调到最好，就是没调，身高调到最好。不是你在干嘛？传啊！我干干，怎么被撞开了？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落叶归根，他来了。起在一起，起在一起。干卖国贼哦！我卖国贼哦！干你黄金贼哦！靠！被我才给成为他的鸡排，是我卖的。在场中心，真的在场中心下看的。太快了，连空气都不要了，嗯，这都不要球。不好球！我操！干你！你给杀死就好了，你干嘛按正方形啊？刚不就说不要给雨渊，我才按中间这个人。刚刚说不要给雨渊吗？有啊，陈伟不是说不要给雨渊的。OK。为什么不给雨渊？不是啊，就算你给马克也可以按叉、啊。你没钱，先关我屁事，还是很飞？那你这个马克，那不是对的。我说你啊，我说你啊，多呀，我说的是你。他这个又想射。其实有那么个地方也要射。哎呀！哎呀！来来，射门两百次进进进十球的阿、欸啊、刚射正率可高哎、欸！阿、啊、刚还没抢队友射门呢、欸，人家要射门的话，人家就多生气呀、啊！看我吃饼的时候吃起来啊！他跑来把我抓住，对位。阿刚刚你是多想射，因为他需要表现。因为他开了一刻上野鬼门，陈伟这一队千万不能上场。雷克萨斯，还一直鼓吹大家一起买，你没看到吗？好像雷克萨斯是他们家开的，是吧？不是他，因为他买他有抽成啊。可以跟朋友的爸爸吗？原价23万赚你33万。反正你讲得很爽嘛，舒服舒服了，也是没事。哇哇哇哇哇！
根本特兰克斯啊，输了。留我们给一个浪荡风暴的报酬。接顶不上去。对啊，那跟高度没关系啊。那有些人还要跳超高的。真平安的、啊，没事啊，都是自己人啊。啊，我当当鸡，又当饭饭，他当饭饭。哎呀，马特是礼拜六日可去你们家吗？这礼拜六，这礼拜蛮清闲的。哦，对，我一样，一天要去广美五家，一天广美一样。好吧，那就没机会了。没有啊，现在依然都不会在啊，根本就没有人去玩的、啊，真的、啊，真的、啊，这几个礼拜都不会开车。那礼拜六本来要参加婚礼，直接取消啊，好不好？现在也一堆都取消啊，万有办可能原本三十桌都只来一半，我朋友那也是三十桌，现在。好，我们回归正常生活了吗？